Hello，大家好，我是胡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有一部热播的韩剧，关于九尾狐，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简单说一说非常神秘的九尾狐。九尾狐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这样写道：“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山海经·南山经》中说：“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就是说青丘山上有九尾狐这种动物。这个时候九尾狐还没有被神化或者妖魔化，它就是一个平常的食肉动物，它能吃肉也能被吃。但是到了汉唐时代，关于九尾狐的记载就越来越多，就比如说《孝经》中写道：“得治鸟兽则狐九尾。”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君主治理国家治理得好，人民生活安康，这个时候九尾狐就会出来来报祥瑞。另外在东汉的《白虎通义》中也有说：“避九尾者何？九非得其所，子孙繁息也。”这个意思就是说，九尾狐代表着皇帝子孙绵延，皇权稳固。还有就是非常有名的东晋郭璞注释《山海经》时说，九尾狐是太平则出而为瑞。至此啊，九尾狐一直代表的是太平盛世和祥瑞的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古代人们非常崇尚九这个数字，我们常说什么九五至尊、九天揽月，天外还有九重天，包括紫禁城它都叫做宫阙九重。另外一些宫廷用的器具都会用带九的名字，比如说九龙杯、九龙壁什么的。因为古人认为奇数是阳，偶数是阴，九就代表阳气最盛，并且认为数字十是满盈之数，满则溢，意思就是说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意思。所以说无论怎么样，九都是最好的数字。因此啊，九尾狐在一开始大家都认为它代表的是太平盛世，代表的是祥瑞之意。西汉出土的很多砖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九尾狐是和玉兔、蟾蜍、三足乌鸦这四个一直是围绕在西王母身边的神兽。所以说至此，九尾狐的形象一直是非常正面的，并且它的社会地位也很高。那么究竟在什么时候九尾狐被妖魔化了呢？在魏晋时期，九尾狐就开始被传说有魅惑的法力，比如说《搜神记》中说：“狐者仙骨之淫妇也，善魅惑。”在元朝话本《武王伐纣》中描写九尾狐附身妲己，魅惑纣王，祸乱朝纲，成了商朝灭亡的背锅侠。到了明代的《封神演义》中，更是将妲己的荒淫残暴的形象推上了巅峰，也将九尾狐是红颜祸水的形象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的记忆里。这个时候九尾狐就彻底地被妖魔化了。这就是九尾狐从一个普通的物种，然后到代表祥瑞、代表太平盛世的神兽，最后又被妖魔化的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但其实千百年来关于九尾狐的传说是非常多的。传说九尾狐在上古神兽中是地位非常显赫的群族，在一片混沌天地初开之时，出现了唯有九子的星象，然后群星落入青丘，便诞生了这个神秘而又强大的九尾狐族。因为九尾狐法力无边，然后爱好和平，就被推选为青丘的众兽之首。之后九尾狐第一次现世便是在大禹时期。根据吴越春秋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大禹在30岁的时候还未娶妻，有一次他经过涂山的时候想起了此事，就便说：“我要娶妻一定是会有先兆的。”刚刚说罢，便看到了一只白色的九尾狐。大禹就说：“白色与我身上穿的衣服颜色一样，九尾又是帝王象征，这便是我要娶妻的先兆了。”于是便娶了涂山氏女子女娇。女娇长得是非常的漂亮雅致，传说这女娇就是九尾狐的化身。后来婚后大禹常年治水不在家，所以女娇就决定跟随大禹，一直陪伴在大禹身边。后来在《汉书·淮南子》中给出了这个故事的结局，说大禹为了打通轩辕山，便化作了一只力大无穷的黑熊，但他怕吓到怀孕的妻子，便告诉女娇说：“你听到了鼓声再来给我送饭。”后来在开山时，不巧的是那碎石落到了鼓面上，于是女娇呢就闻声而来，
看到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一只面目狰狞的黑熊，吓得是丢了饭盒就立刻逃跑。大宇见状就想追上去解释清楚，但是女娇害怕就一直的跑，最后到了松高山下没了力气，便化作了一块石头。大宇看到石头后是非常的悲伤，对着石头大喊了一声还我儿来，然后石头竟然裂开了，从中便出来了一个孩子，就是启，这便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开创者夏启。另外一个故事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商纣王在女娲宫做吟诗亵渎了女娲娘娘，娘娘是大怒，就派九尾狐附身妲己迷惑纣王，祸乱朝纲。女娲对九尾狐说，脱身宫怨，祸乱军心，事成之后使尔等亦成正果。后来大家都知道，九尾狐算是顺利地完成了女娲娘娘的任务，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做了非常多残忍的事情。事成之后，女娲娘娘对九尾狐说，我让你祸乱军心，祸乱朝纲，没有让你残害生灵啊。九尾狐便没有得到升仙，最后就死在了姜子牙的刀下。但是据说九尾狐当时虽然被斩首，但是他的元神得以逃脱，藏匿了数百年之后，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古印度叫做摩揭陀国，传说在摩揭陀国有三颗舍利子，得到这三颗舍利子就可以法力无边。于是呢，九尾狐就又化作绝世美女来到了摩揭陀国。因为她的绝世容颜，很快她就被冰头沙罗选入皇宫做王妃，得名华阳天。她依然是那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妃子，但她的行事风格仍旧是非常的残暴，因此呢，她也被阿育王识破，赶出了皇宫，最后也没有偷到舍利子。后来回到了中国之后，又隐匿了数千年，然后就来到了最浪漫的朝代唐朝。当时的中日交流非常频繁，日本经常派一些大使来朝拜大唐皇帝。有一次，遣唐使藤原清和带领着众人准备从扬州出发返回日本，同行的还有非常有名的坚贞和尚。九尾狐是看准时机，借机也上了船，跟随着这一行人最后来到了日本。后来据说日本一名武士板布行刚常年没有子嗣，便和夫人去寺庙中求子，九尾狐便借机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化身成为一名女婴。板布行刚夫妇呢，见到孩子是非常的激动，便立刻将这名女婴带回去收养，并且取名早女。早女长大后是非常的漂亮，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快她便被鸟羽天皇选入皇宫做了妃子。因为她绝世的容颜，她又成为了那个最得宠的妃子，并得名玉藻前。但是不久之后，鸟羽天皇得了重病，一直卧床不起，皇宫的御医都无法查明原因，便请来了阴阳师安倍太清。安倍太清呢，判明是玉藻前在作怪，发现他是一尾来自中国的九尾妖狐。玉藻前呢，在阴阳师的法决前暴露了本体，原来他是日夜吸取天皇精元，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将其取而代之，不想东窗事发，便匆匆地从皇宫中逃跑。日本天皇派了数十万的大军追赶，在日本虚野和九尾狐开战，九尾狐展现了他恐怖的实力，最终以20万人为祭品，所有降魔者耗尽了毕生修为，发动了鉴真大师的法剑，才杀灭了玉藻前。但九尾狐死后，他的尸体化为毒石，他的毒气可以杀死靠近的动物和昆虫，所以后来村民们称之为杀生石。传说这杀生石中封印的是九尾狐妖力和灵魂的结晶，周围的村民是非常的恐惧，期间还请了多位高僧前来为其镇魂，但都被其毒气所害。杀生石现在还伫立在日本纳须镇的山上，无论是昆虫还是飞鸟靠近这块石头，不久便会死亡。科学家解释说，这种能杀死生物的石头是因为常年被火山喷发出的亚硫酸所浸熏才有了毒性。九尾狐这最后一世的结局和最初女娇的结局一样，都是化作了石头，但这次九尾狐心中充满了怨念，化作了杀生石。其实我们现在社会还有很多人都去拜狐仙的，也有很多关于九尾狐的都市传说，
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总之九尾狐这生生世世的经历，是因为他们既有无边的法力，又有绝世的容颜，这是他们成为祥瑞之兆的原因，也是他们被妖魔化的原因。那大家怎么看待九尾狐呢？如果你们知道关于九尾狐的都市传说，就快点留言告诉我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